来而不往，往往而不来。哎，往这贴什么字？贴喜字儿。把那腿别胳膊里，把腿系上。这是啥呀？豆腐一片往上扫，这门口喊五二郎。本节目由投入所爱、持续新鲜的三元食品特约播出。原味中国年，喜年成福运，过大年送三元，团团圆圆福运年。我是主持人周宇，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奉献的新春特别节目《万事大吉》，2024新春大联欢，万事皆欢喜，新年长大吉。大家看到了，我们今天的感激小分队呢来了很多好朋友，所以呢我们要依次向大家做个自我介绍，同时给观众朋友拜个年。先从这边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主持人大赛选手张慧欣。在新的一年呢，祝大家遇事不慌，八面玲珑，找到自己的舞台，隆重登场。欢迎慧欣。那么多词儿，对，准备好了。哎呀，紧张了吧？昨天备好的。大家过年好，我也是主持人大赛的选手严尚佳，祝大家户入一夜春风来，今年势必发大财。哦，欢迎蒋家，哎，这个晃到这边来，你们俩谁先？那我先来吧，因为我简单一点，把退路给我留好，谢老师。您压轴啊！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孙岩，在这儿给大家拜年，祝大家龙年事事顺，发财顺利。谢谢。欢迎孙岩，欢迎孙岩，这行这行，这没有什么太大压力。你看您把这范儿起太高了，他接不住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说相声的李丁，祝大家在龙年然后能像小新一样帅气，能像尚佳一样那个美丽，然后能像孙岩老师一样健康。健康，严哥是代表健康。我没有想到你们要准备这么多词。你把我给控掉了。像周一老师一样心态好。像我一样，一切那么完美。怎么是这样啊？那接下来我们赶紧去一起赶大吉吧。好，好，好了。哎，不，但是咱们赶大吉，咱们知道去哪儿赶吗？我这伙计呢，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还是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，我是今天万事大吉的伙计，在这儿给各位拜年了。好，生肖文化起源于咱们中国，到今天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。从1980年开始，咱们中国邮政每年都会发行一套当年的生肖邮票。今天咱们在这个万事大吉的任务就是收集四套龙年的生肖邮票。哎，做游戏收集邮票。临行之前，我有一个礼物送给你们。哎，什么礼物？市集攻略。哎呦，谢谢，哎，谢谢。拿着这个攻略，你们就可以做游戏、逛大集、看节目、收集邮票。那咱们闲话少说，立刻出发。走。走吧。啊，走啊。看，这块有好多人。这块。哎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呀呀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，大伙儿拜年了啊，2024到了，我祝大家呀是龙腾四海，龙年大吉，万事兴隆。赶紧说话呀。
别嗯啊，这大过年的都挺喜庆，到您说话了，平时您话挺多的，没话。你聋了是吗？我这说半天了，你什么什么呀？有什么可说的呀？不是，你看你是，哎呦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什么叫何必呢？挺高兴，大过年的。高兴高兴，什么就过年？看人家过年应该高兴的事高兴，不高兴的事就别高兴，跟着那瞎高兴，上来又打。人看人几个人，人过来，我看停。就跟什么说哎，上电视录节目没有关系。不是您不是录节目，到这您等一听您。什么呀？不是你这一上来这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干嘛？怎么谁招你这怎么？我就是这么一个杠精的人设，就是喜欢凡事都要挑一挑问题。比如说像刚才你上来就给大家拜年，那种感觉就并不好。大伙不都是过年好？我告诉你，不都这样？什么叫真正发心的？嗯，那种有感情充沛的表演，就拿这唱歌跳舞来讲，这东西必须有丰沛的情感。哦，咱们有一首民歌叫《小河淌水》。用情的演唱什么样？我没听过。这歌词怎么写的？月亮出来亮汪汪，歌呀歌呀，这就是个小咏叹，但是会唱的人唱出来，哎，能把你这汗毛唱立了。您这你这让我们立一回，哎啊，我给你发发心，你看我这感觉。您发发心啊。你看情歌，明白吧？他那种女孩那情愫。你要得看见那月亮，你就不用唱了，汗毛已经立起来了。月亮出来亮汪汪，亮汪汪，哥哥哥，你看，哎，都唱懵了，是不是？都不知道这什么歌，什么样的舞台，什么样的表现方法。再说您跟我们来我们这万事大吉，你唱民歌干什么？这节目叫什么？什么叫节目？这节目叫什么？万事大吉。我问问这集市都有什么吧。有相声。有你看这有相声。对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，你看刚才那地儿我看 那叫新春美食铺。你听这名字怎么美食铺，这就没有做大做强的意思，听着就小气。这集市可不就小铺还不行啊？再说了啊，除了新春，其他时节就没有美食吗？也有啊，得叫如春美食铺，一年四季对待顾客像春天一样。如春美食铺不是我杠精啊，不是，得给你们提提意见。再说现在这美食铺一多不对，哪儿不对？真正的美食，它不在饭店里。大家都知道，真正最美的味道是什么味道？妈妈。对，妈妈的味道。妈妈是不是啊？妈妈的味道。你这方面是不是体会差一点？因为我确实我妈这人啊，不进厨房。你哎呦，怎么了？你哎呦怎么了？你再跟大伙说啊，小猴他妈妈不是说不会做饭那么简单。那有什么呀？我跟您分享啊，现在你看有的人坐车难受叫晕车。坐团难受呢叫晕船，他妈妈这个绝了。什么呀？晕造，晕造。这就不爱闻那油烟味儿。那我跟你说啊，就他妈妈只要双脚一踏进这厨房就眩晕。好比说啊，这是一道线或者一个门，只要这脚往这厨房这么一踏，哎呦，没您说那么邪乎。比这邪乎还有呢，只要他妈双脚一踏进厨房，秒睡。哎，这脚往厨房这儿踩，那给训着了是吗？就因为这个啊，家里头时常闹矛盾。哦，他奶奶跟他妈妈呢就有这样的对话。我说王莲芝啊，这就是我妈的名字。嗯，不是妈王莲平说你，您先等会儿，哎，您先别往后，你呀，别往后说，有点儿有时候，您别觉得，不打住，先打住，知道吗？我妈刚才我还介绍叫王莲芝，我妈的名字。对对对，我奶奶叫什么王莲平是吗？啊，这俩名太近了，这姐儿俩，这不是娘儿俩，巧了吗？巧了吗？好，这太巧了吧？这我跟你说，王莲芝。打你嫁进我们家来，包括你爸爸啊，就是你公公啊，侯连英，哎，我们这儿这么说，什么名字说啊，叫这名字就都没我爸爸知道吗？你说你连饭都不会做，妈
就离不开厨房，哎呦，离不开这灶台。不是我杠精啊，不是我挑你，你说一个女同志不会做饭，让儿女怎么体会妈妈的味道？过年了，一家人怎么有团圆的感觉？您说这新春美食不？您说我们家干什么？反正这名字起的不好啊，这不好，提提意见，这不好，哎，哎，那不错，你看叫什么呀？新春纸艺铺，那怎么样？意思浅显点，新春春联铺，这不挺简单的，得了吗？那玩意那多俗气，对不对？俗气不俗气，关键得看春联的内容。甭管，对，那内容都是好词儿啊。写的什么词儿？我看看。你看那个，比如说，天增岁月人增寿，啊啊，春满乾坤福满门，这多稀松平常啊！这不就都贴这过年能贴好的吗？还有那平安喜乐。你说谁不会写？是那写不写那好的？你最起码得写点啊！现在我觉得贴近生活的春联，什么？怎么叫贴近生活？我给大伙举例子，比如说啊，啊，这是一个我真的观察到的真事儿。这老年朋友，你要给他买点水果，包括咱爸咱妈，他舍不得吃，越贵的越往后放。是放到最后那水果都快坏了啊，才想起来哟，赶紧吃了吧。哦哦，等到呢他吃这坏的时候，你前两天给他买那个又快坏了，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。不是，您说这跟我们这春联有什么关系？这春联就写出来了，就得写这个接地气的呀。就拿这点事儿，什么水果坏了不坏的，写一春联。对，提醒老年朋友别省着，该过过呀。这也能贴吗？这个对，贴出来好看呀。那我听听啊，那上联。上联是啊，放着好的，吃烂的。那下联呢？吃了烂的，烂好的。这横批，老吃烂的。哎，错。贴上去。这谁家那横批老吃烂的？这什么家？不就提醒爸妈抓紧时间吃，别省着。哎，春联提醒的多，那多晦气啊！我就说这名字也得改，也得提意见。说这半天，我这就是你有毛病，啊，知道吗？我怎么有毛病？您要说这看不惯，那看不上，没关系啊啊！您可以给人提意见，可以提意见。您提点这中肯意见，我们也听听。其实你比如说，其实刚才我说的问题，都是关键的问题，但关键的问题。就是要找到问题的关键，你只有找到问题的关键，才能够捕捉关键的问题，也只有捕捉到关键的问题，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。所以下一步，我们只有找到问题的关键，抓住关键的问题，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全是废话，全是胡说八道。这里你毛病最大了，知道吗？我有什么毛病？你要真找问题，你先找找你自个儿的问题。说起别人，你那头头是道，倒让你说点正格的吧，一句没有，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最大的问题就是你。行，是我知道我有问题，不是你，但是我自己也会剖析啊，我知道我有问题。您剖析，你说你什么问题，啊？我可以说知道啊，你得找到你的问题。我自己最大的问题啊，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哎，他又来了。好嘞，谢谢大伙儿啊！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。这是？我是咱们万事大吉的伙计。有个事儿啊，我得上来托付托付。您说吧。今天咱们万事大吉啊，来了一个体验团，这不在这坐着呢，一直看您表演来着。是，我们人家有任务，收集四套龙年生肖的邮票，但是说啊。我哪能让他们这么轻而易举把邮票就拿走啊？那怎么办呢？咱仨想个主意，做个游戏，您二位配合，难为难为他们。哦，你的意思，咱仨一块想个游戏，难为难为他们。正是。这个节目还没完呢，是吧？什么游戏？应有尽有，陈印泉和侯振鹏为守擂方，体验团每次可派出两人为攻擂方。尤其是伙计出题，四人站成一排，边拍手打节奏，边说出符合题目的词语，说错、说慢或者重复均会被淘汰。共两次机会，成功一次，体验团即可获得邮票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年夜饭上吃什么？肉馅儿。错了，耶！赢了，赢了，太好了！我说，年夜饭上吃的肉馅儿。是你们家经历了什么？当年呀，不是肉馅，是他我这什么呀？他这叫刺身肉馅。刺身肉馅。我还说难为人家呢。不重要。感谢。年夜饭上吃什么？瓜子儿、饺子、肉饼、年糕、筷子，不是？筷子也可以。
我们就吃筷子。牙好。年夜饭上吃什么？海蜇、炸酱面、萝卜皮、饺子。饺子说过了。说过了。饺子。说过了。哎呀。哎呦。哎呦。万事大吉有什么？周宇、李丁、纸一破、红围脖、店小二、观众、严尚佳、竹帘子、凳子、小乔、观众、地板。我说过了，刚才就说了观众，说了观众，说了吧，说完了，说完了。李丁，你要挺住。李丁加油，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，邮票得不得合就看你了，加油。万事大吉有什么？灯、胡子、扇子、头发。射、哎、想说摄像，想说摄像，其实我想说摄制组，它是一个，它其实是一个摄制组。行，你坐这儿吧。来吧，来吧，代表摄制组感谢你，请坐。李丁，这儿这儿这儿，加油。万事大吉有什么？鞋带、布兜子、耳朵、毛毯巾、眉毛、白汗衫、白袜子、太棒了！好，恭喜啊，恭喜获得了两枚卢票。觉得大家玩的还意犹未尽、咱们要不要再加赛一轮？好，过大年送什么？送欢笑，送相声，送红包，送快乐，送祝福，送节目。过大年喝三元，龙光焕发不运年。好，来，有请三位嘉宾继续前进。好嘞，拜拜，继续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留不留步啊？怎么这么热情？哥两个从山东来的，给大家唱段山东快书。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好汉武二郎。那武松学拳到个少林寺，功夫练到了八年上。说这一天，武松在阳谷县的小酒馆里喝了好酒18碗，前行上了景阳冈。嚯，好大的一片山林呐、那边看有一个山神庙，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。告示？什么告示？武松近前看一遍。真有猛虎在山岗？真有虎。阳谷县的告示？阳谷县的告示错不了。我要是不把虎除掉，老虎总会把人伤，一咬钢牙往上上。这武松又走万里路，见一块条子大石在路旁。天色还早，歇歇再走。这武松把那包袱放到石条上，又把哨绑立树上。武松躺下刚歇息，可了不得了啊，可了不得了。山背后，山背后，门的一声窜出了猛虎手中棒。这是老虎叫吗？这时候门的一声不要紧呐，是朕这个树梢树叶乱晃荡。惊起武松顺着声音看，什么动静？哟，好家伙，这只猛虎真不让，这只虎高着足够60迈，长着8尺还不让，前窜89人胆，后坐一丈令人忙，身上的花纹一道挨一道，一道黑来一道黄，血盆口一张簸箕大，两眼一瞪像插缸，脑门上边有个字儿，三横一竖9念王。武松一看真有虎，这只虎啊，一见着吴老二呢，奔心眼里边稀得慌。老虎想也还，这个个可不小哈，来着了，来着了，两顿我都吃不光，两顿我都吃不了。哎，吃不了我放冰箱。对，放冰箱。这只虎门的一声过来了，直扑好汉武二郎。好厉害！
不从山参多一胖人儿呢。我平常吃日没费多大的劲儿啊，今天为的哪一桩啊？是啊，啊，这个平常日啊，啊，平常日见着这个老虎啊，腿儿都吓酥了，可不是、啊，哎，把脸一捂叫了，娘，这老虎吃的更得劲儿，掐着脖子，嗯啊嗯啊，吃的正香。老虎还当平常人呢，哪知道今天遇上了山东好汉武二郎。这猪虎嗷的一声，把一把一拧像杆枪，斗着地皮往上扫，直奔好汉武二郎。武松往上猛一窜。出去八尺还不让，这只虎一扑没扑着武老二，夸大没把武松伤，一把没扫武松堂。老虎心里着了忙了，老虎将你喊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个大个挺厉害的哈、啊。哎呀，看来要坏事儿啊，要麻烦呢、啊。看来我今天要倒霉呀、啊！我这这这这这。我吃不了他，他再把我给揍了，那我多不合算呢。这猪往前猛一窜，大转身又不好看武二郎。武松一看这次来的更是猛啊、嗯、想怕我再多恐怕被他伤、嗯、这武松急中生智，往后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退出去十步还不让。武松退了十几步，老虎扑在了地上呀，离武松只有七八远。武松一见稀得慌，八不敢颤，窜上去，两只手掐住虎脖枪，两膀用上千斤力啊，哎呀，把老虎摁到地当阳。这只虎一扑没扑着武老二呢，就觉着脖子上边压得慌。哎呀，怎么还往下压呀？这哎呀呀呀呀呀，老虎没吃过这个亏啊。老虎前爪一拔地，老虎就说了话了。老虎说，我不干了。武松说，你不干，你不干不行啊，我得起来呀。武松说，你给我讲究一会儿吧、哎、老虎说，我不好受啊。武松说，你好受我就完了、哎，这只虎往上起了三起，武松往下摁三摁，也不知他俩劲头有多大呀。这只虎前爪如敌半尺还多呀、嗯、武松想，不行啊，怎么的了？他一直起、啊、我一直摁、啊、时间长了我今儿可飙不过他，早晚还得为老虎想到这儿、嗯、武松左膀一吃紧，腾出右膀有力量，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的劈锤行，破啊哎啊哎啊哎，这武松打完三下又摁住，抬起脚嘣嘣嘣直踢老虎脸门上，拳打脚踢这么一阵啊，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。武松大呼为命出了海，留下了美名天下扬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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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厉害了，这个这么精彩我都没看到。他这个身手像武术一样，对对对，哎，我觉得刚刚上家说都没看够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统曲艺的魅力，然后而且就是浓缩的就都是精华嘛，就好像我们的养无极补肺丸，虽然小小一颗，但是却浓缩了690多年前古人的智慧，可以说是古法补肺，事半功倍。哎，好。传统的这个曲艺，打这个山东快书，这板儿你会吗？我会啊。那个，这要不是他们走得快，你把那板抄过来，我就给他。你接过来。听说谁会打板？来来来来来，你是你是。拿真是很专业。等那个等那个等那个等，嗯，还真会。可以可以可以。走。谢谢谢哇，这么多漂亮的嘉宾老师，大家过年好。谢谢谢谢，这个过年了，我们俩人给大家说段相声。好啊，给大家呢带来点欢乐。嗯，首先上台给大家拜个年吧。好，祝愿大家新年快乐，能够在龙年里边福气满满，福气多多，福气盈门，是福到您家。好，一上台一张嘴啊，说这么多福字，您知道过年期间啊，大伙儿聊天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个字儿是哪个字儿吗？哟，这我还真没注意过。你看，幸福的福啊。哦，就是您刚才说那福。对了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您说说，过年期间大伙儿聊天啊，张嘴就是福。什么？张嘴就是福。
你大过年的说话也太绝对了。怎么呢？那是你爱说那字儿。怎么意思？哎，我就可以不说。别的时间段我不敢抬杠啊，过年期间绝对离不开这字儿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你都不信，当着大伙儿面咱俩打回赌。怎么着？表演表演。怎么表演？咱俩站在这儿聊天，说话，五分钟为限。哦，五分钟之内你要张嘴说出这个福字来，嗯，算你输。哦，说不出这个福字来呢，算我输。可以。谁要是输了啊，请大伙儿吃饭。好吧，就这点赌注。你看这好。吃饭没事儿，你吃顿饭。不是光咱俩啊，现场您看这么多的嘉宾老师吗？嗯，一会儿录制完节目，谁输了旁边吃烤鸭去，一人一只，好不好？甭吓唬我。怎么意思？拿大伙儿吓唬我啊？一点不害怕。这儿敢来，我敢来。那我说一下比赛规则。可以，不但是幸福的福字不能说，哦，沾福就算。沾福就哎，比方说我站这儿，我累了。我扶一扶，这也不成，这也不能说。夫妇夫妇，谐音梗都算输。来，你看，就能开始。来，您各位给当个裁判，好不好？我打这边来，那我打这边走。咱们俩过年期间在马路上碰见了，试试聊天啊。来来来，哎呦，踩肉！这不是相声演员陈曦吗？萨瓦迪卡，来看来海拉海，来海改了，来海拉个来，改外国人了是吗？怎么了？你这叫耍赖，我告诉你。谁耍赖啊？你说外国话。我是不是没说那字？废话，我没说。外国有这字吗？外国啊，中国话知道吗？还得说中国话，而且还得是普通话。行行吧，来吧，再来啊。嗯，别耍赖。哟，相声演员陈曦啊，来了。来了，干嘛来了？说相声来了。这是什么栏目啊？万事大吉。嘿嘿，没那字儿。没那字儿，没那字儿。您说过年期间作为相声演员能参加这个节目，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幸运呢？哦，把那字给抖下了。哎，非常重视吧？是，一看就重视。还做了这么一件新的什么呀？这是新的大褂儿。哦，我们相声演员穿大褂走上台，我们专业术语叫演出什么呀？嗯，我们叫演出什么呀？演出的衣裳啊。你他不说演出服。嗯，不能说那字儿，说那字儿请客。啊，真留神。哎，问问你啊。过年期间我们中国有传统习俗，家家户户门口都贴什么呀？贴那字儿贴什么呀？这贴对联啊。对联，这边上联，这边下联，当间贴什么呢？横批呀。我还不知道横批。横批下边家家户户每年过年都得贴什么字儿？说，大伙儿鼓掌，说贴什么字儿？弄不了你。哎，过年贴什么字儿？贴喜字儿。你瞧我这大吊垫儿，你就为黄你胡说八道吗？这不是怎么着？你让大伙儿听听，有过年贴喜字的吗？哎啊，我就贴这字儿，凭什么呢？过年我结婚。哦，嘿，你瞧他挑这日子结婚啊，结婚对，哦，年年过年结婚，美死你！我告诉你，来吧，哎，结婚好办了，嗯，结婚咱们北方人，这个通俗的讲叫娶什么呀？说我娶什么呀？啊，娶老婆呀。老婆是老婆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妻子。妻子还是你的爱人，爱人又是你的贱内，贱内换句话说，糟糠，糟糠还是你的姑奶奶。你没完了，怎么意思？就逮着这一个玩命问，就是不说媳妇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再考考你，来呀！年夜饭大伙儿都吃好吃的，那是。哎，我们中国有一道传统的凉菜，叫一清二白。那小葱拌什么呀？那菜叫小葱拌豆皮儿啊。他们家吃饭都隔路。哦，那四川还有一道名菜，哎呦，叫麻婆什么呀？哎呀，麻婆什么呀？麻婆豆花啊。
真来劲呢、啊，挤兑的胡说八道的，你管不着。行了，这么着吧，哎，不耽误大伙儿时间了，嘿，后边还有更优秀精彩的节目，怎么样？我认输了，嚯，好不好？行，一会儿咱们节目录制完了以后呢，现场的朋友们有一位算一位啊，跟我走，好，我请客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我呢就请大伙儿吃这个麻婆豆腐，好不好？我不这个麻婆豆腐啊，很有营养，不成，开胃，不成，干什么？不是这个菜。哪个菜？你说的不是这个菜。我说什么菜呀？你说是烤鸭。哎，我不请了。哎，这不请了，不请了，不请像话吗？我就请吃麻婆豆腐，行不行啊？不行。嘿，我就请吃麻婆豆腐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我就请吃麻婆豆腐，你服不服？我不服。你输了。别说了。哎呀，说的真好啊！说的真好。过年好，过年好啊！这现场又亮了，是不是？好家伙，光芒万丈的。你看今天我上来哈，有个事儿要请求二位了啊，行，能不能帮我们那个体验团啊一起完成一个游戏？哦，好啊好啊，能同意这事儿吗？没问题，好。拍照挑战，将由一人背对大家，根据图片描述站位和动作。其余六人根据描述摆出和图片上相同的姿势进行拍照，最终拍照的姿势和图片完全一致，即为挑战成功。成功一次即可获得邮票。我选孙岩，对，因为他学表演的呀。孙老师肢体还可以。行，那我第一个试一下。哦，就是选一个描述的，找一个学表演的，不找说相声。我先来个最低值，最高值。这个逻辑就一听就赢了，我告诉您吧。来，我们三二一，开始。哎，左边站一个人，左边我站，我来。左边站直，左手抬起来，左手抬，右手就相当于欢迎光临那个就行。欢迎光临，右手，对，右手啊。欢迎光临前面。右边站一个人，跟他一样。然后右手过肩，对，对身对身对身。中间站仨人。站仨人。哎，这怎么是五个人了？啊，多出一个来，来。孙岩老师看好啊，一共是六个人啊。一共是六个人。哎嘿，哎，他会数数。哎，不要打理。然后来左边右边那俩人手和手搭一块儿啊。那就是没有，你俩说后边。不是左边右边咱俩搭一块儿。左边右边你俩手搭一块儿。搭好了吗？搭好了。来，现在中间第一个人站在左边人的左手和右边人的右手的底下。左边的左手，他底下。这样。那这样吗？这就算彻底懵了。然后手比一个心形。在脸右左脸的旁边，谁左脸左您左脸的旁边，你左脸旁边，对，你站着，在左脸，往上点，哎，第二个人站在那哪儿？站在这个中间。第二个人谁是第二个人？左边右边中间不是有一个人吗？你啊，哎，那怎么待着这是？你站这儿，你站这儿。你先进来。这行了吗？倒计时十秒，再对称，往左脸，往脸上上，往脸，哎，对，够挤的，转一下，很好，好，时间到，这也太难了，但是还行，说实话，这已经不错，真的，对的，看一下，这多难，我跟你说实话，这是啥呀？这能一样吗？这哪儿一样啊？一点儿不一样啊。换谁去多幸？我说来换一个，换一个那个，对，行，说相声的，行，把相声挑一捧哏的说。哎，真是好啊！倒计时开始，李健，你做一个广播体操的那个双手合十，双手合十这个动作。哎，你看他坐呢，你看他。一个冲左，一个冲右。那我来这儿。个大的。这俩人在最边上。最边上，严格再往这边。对，对，一都冲外啊。中间两位女士，一个出左手，一个出右手，比划 OK。OK。左腿攻一个，那边是右腿攻一个。弓箭步，弓步。啊，行。这边往这边攻，肯定是这样。哦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弓箭步。下边那俩完了，下边俩。下边俩啥呀？把那腿别，把那腿别胳膊里，把腿系上。来一个这个，哎呦。哎呦喂，太厉害了！哎，我说就是这个，你快点，谁上头了？对称，他干什么呢？一点动不了了，现在动不了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对，哇，这姿势太不雅观了。行，可以。行，可以。拍嘛。三二一，哎。准备好倒计时啊！哎，这个行。
儿。好，最开始的是左右最外面的两侧的两个人，然后直接站直，伸出朝外侧的手，伸直伸平。好，然后呢，稍微靠里侧的再两个，轴对称坐站直，然后掰起外侧的脚，冲外边。哎，对对对，是这意思。这样是吧？最中间的两个人靠中间的两个手交错握在一起。好，靠里侧的腿站直，靠外侧的腿搭在对方的腿上，两个脚摆身对齐。靠左侧的掰腿的这一位，把手搭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，掰在中间人肩膀上，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这绝对一模一样。完美，还得是我，还得是你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咱们就算是挑战成功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红红眼里的儿情，我唱西藏兵故事，唱着唱。别欣赏楼梯了，你油票丢了。雅集三义交关里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来到我这个铺子，我这里啊叫曲唱雅集，大家喜欢听什么戏呢都可以跟我说的。京剧，京剧还那么多的京剧，评戏，评戏。看得错，你们不出钱看白戏你们很开心的是吧？我这里啊叫以曲换曲，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你要听我唱啊，你也得唱一个，我唱一个，你唱一个。现场有没有能够来一个的？有没有？云姐可以。我们请周玉老师唱一个好不好？好。来一个吧。先来一段您家乡戏。沪剧。啊，可以啊，来。夜夜夜絮太老忙，有啊对侬声声讲。讲啥？我来自革命，保宁称心脏。对。人才相对梦想大。可以了，太厉害了。周老师唱的好不好？不对，本来就是你唱，要我唱一个，我们点，对不对？你们点，你们要听什么？你说，我点一个行吗？长江三角洲，我点一个。你点什么呀？我点于姐再唱一个。我们点陈亮黄梅戏，他肯定会。黄梅戏了啊，来了啊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我与周瑜来拜年，随手拿出了。不费弯，祝愿爸妈身康健，不费要用六十天，六六大顺一整年，只要咱爸妈身体好，就是子女我们最大的心愿。好笑啊，怎么样？这是黄梅戏的曲调，但是您这唱词儿可不是正宗的呀，这不广告吗？对，这是广告里的黄梅戏。能不能来一段正宗的呀？正宗的那得是您先来，女生先来呀。就天仙配吗？哎，对呀，行不行？原词原调，可以吧？行。周一姐这戏已经勾出来了。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，你我好比鸳鸯鸟，好比鸳鸯鸟，双飞在人间呐。唱才对呀，你怎么又把我带进去了呀？我唱过了呀。你唱的我是听你独唱啊，点戏点你一个人唱啊。就你的意思就是说是要我来唱一段。可不嘛，唱半天都是我给你搭。你怎么没独唱呢？我唱一段咱们京剧。好。我唱完之后呢，请大家呢也来学一下。好。白学的。什么劲儿都有啊。
这儿有。谁如果能学得上来，我都是特地准备好的。邮票啊，邮票，邮票，两个，最重要集邮票。哎，那这个呀是2024年咱们刚刚发行的龙年邮票，两枚，一枚呢天龙行健啊，祝您身体健康，神采奕奕。这个叫陈龙献瑞，也是团团圆圆，圆圆满满。那我先来好不好？好，京剧啊，我先帮你拿着。哎。恭喜恭喜发大财，恭喜你呀最精彩，最好的过来，不好的别过来，2024年你发大财。有高啊，有没有学一下的？有，李丁你可以，来来来来来，你可以。孙岩老师学，我就学。李丁你来吗？我李丁先来我就来。那现在来就最后一个发大财，来，李丁你先来，李丁来，我说一般，注意健康，可以开始啊，大家谁都不要逃避啊，一起唱啊，放着点，摇着点手，摇，准备好耳朵，谁都不要逃避啊，不是你们唱京剧怎么还手牵手啊？你我们不是我们都怕彼此逃跑，一定要一起丢脸，嗯，3、2、1，走，发大。哦，这才大呀！你咋不唱？你这还逃避？我逃避了。可以的，你们两个人这样唱唱，你们没有逃走，我们全部逃走了。好，脚被踩了一下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呢开口唱那就是喜庆。这个我们的邮票就送给你们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啊！谢谢陈亮，哎，给我们带来了两枚龙年邮票，还为我们送来了几段好听的戏，我们也有礼物要回回礼。哎呦，因为唱好戏气要足，我们就送给您养无极补肺丸，补肺气不喘，干啥都给力，新年有福气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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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来到新春首例铺。哇，这里的面人好漂亮啊。面塑呢，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嗯，我叫郎家子玉，是北京面人郎的第三代传承人。第三代了，我是从我爷爷郎少安那儿开始学习的。哦，到现在也有100多年的历史。就是面人郎是有历史传承的。对，我看您是有备而来的，您是不是想通过做手工来考验考验我们的？没错，手法。我这边已经准备好材料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熊猫的头，比较简单。哦，小熊猫的头，迫不及待了。请老师们呢，一人拿一块这个黑色和白色，大家分一下。好，这个面你的手感比我想象的有韧性。对，这能吃吗？哎，你别不能吃，里边有防腐剂。啥都想着吃啊？哥饿了，哥饿了。我们第一步呢，先把白色放在掌心里，稍微用点力揉成一个圆球。下面一步，咱们从黑色里边拿出2个小圆球，是做眼睛，做它的眼睛。哎，上这边看一眼。哦，这熊猫怎么能解决大小眼的问题？您把那个小一点的眼睛给它摁扁一点，它自然就变大了。其实大小眼挺好的，是那种 wink。你看我俩的。这一个大眼睛一小眼睛，下面一步呢，取一个特别小的白点儿，这眼珠子吗？眼珠子就有点小了。对对对，就一点点啊，因为它这个本来就一点点。哇，你们做的真的好差呀都。嗨，你是哪来的胆量这么说？我做的跟老师真的几乎。我看看你呢，我看你。你看就是差不多一模一样，你看一模一样。老师，您是第几代？我是第三代。我是第四。我第四代。下面一步呢，我们要一个黑色的，3个白色的，做它的嘴。一个黑色的。咱们把4个小圆球放成一个2×2的矩形。2×2，这不是个美术课吗？怎么2×2的？用到了数学知识，看一眼，像这样。这就是它的嘴巴和鼻子，把它贴在2个眼睛中间。哦，这样啊，这样贴，哦，贴两个眼睛，这样贴下面了。下面一步啊，咱们来2个黑色的小球来做耳朵。太好了，我做完这个熊猫，我就可以去做张飞了。那你想的有点多了，明天就慢慢做了。为什么我这3瓣做的像牙齿呢？我也感觉我这有点兜齿。我是越看越像李丁儿。就做得太好了，我做你这绝对第四代，
您那个水平也够第五代了。没想到啊，在咱们这个集市一下这个非遗传承演进了这么多代。对，而且咱们这个就非遗就传的有一点，现在让我们第一代都已经有点不可思议了，有点传的有点失控了。好了，后面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发挥一下，想做点什么都行。好的，哎，加个啥？各种颜色都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加点睫毛，做自己想做的。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子怡老师，我看那边。就是排场最大的面塑了，对吧？对，那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面塑作品，三英战吕布。对啊，其实过去的面塑的题材里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经典名著。你这个创作了多长时间？那一组其实做了有30天的时间，做了一个月啊？对，用一个月做完的。好厉害！很多的那种传统的故事，到现在我们真的仔细去了解的话，发现其实它还是很有意思的。比如说，这边是我们这个《山海经》里面的神话故事《火神祝融》，那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一个神话宇宙。对。怎么能把这过去的故事找到一个新的讲法，去把它展现给观众，去征服现在年轻观众？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手艺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。嗯，快点，大兵们，抓紧时间。哎，我做好了，老师。大家用一句话来阐释一下自己的创作理念吧。好的，好，我这个就是给熊猫戴熊猫帽。绕口令呢？你这是绕口令？猫猫猫猫。就是您这新的一年好运，你都止不住的往外冒。好。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，我是第 N 代传承人严尚佳。我的这个作品呢，首先考虑到了我们熊猫的喜好，喜欢吃笋，而且也考虑到了大家的这个好彩头，希望大家年后的好事儿都如春笋一般一直往外冒。其实我开始想捏个橘子，结果没想到压瘪了就变成个柿子，然后就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能够大吉大利，事事如意。我作为第五代传人，我做的这个是熊猫上树吗？对，不是，这是熊猫大侠。哪打的？熊猫大侠。这是因为我刚才看到老师做的那个，有感而发。但确实我的功力啊还差两代，所以只能做到这个程度。那您那个除了那个兵器中的针，对，这兵器这个还有带花吗？那是猫手。对，它主要是站不住。我是什么？加了一个水手帽。哪怕你的颜值不高，但是还是要扬帆远航。好，好的。看来看同学们这个作品，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。我要送给大家一个第三套的这个龙年的邮票，它的灵感呢是来源于这个故宫的琉璃九龙壁当中中间的那个龙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走，我们走。本节目由投入所爱、持续新鲜的三元食品特约播出。原味中国年，喜年成福运，过大年送三元，团团圆圆福运年。你们要去哪儿接着放？这从这边，这不是总裁文创吗？你看文创啊，哎，这看哦，你看这有总裁文创哦，这儿介绍介绍，对，哎，又见面了，福字啊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这就是我们总台今年的文创礼品，有咱们总台今年跟中国集邮合作的那个典藏式的集换卡。哦，这个可火了，现在是吗？对，节目快开始了，咱抓紧点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走，看节目，一会儿先来看看逛文创啊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哦，这边，接着看节目了啊。哦，来，又有节目了，这是什么节目啊？谁的节目？观众好，观众好，观众好。过年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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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过年了，大家都喜欢欢笑。对，欢笑干嘛呢？得听相声哟。因为你看这个大家喜爱相声，但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啊，可不简单。介绍介绍，要具备很多的条件，听贾老师说一说啊。首先来讲吧，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啊，我们要做到口齿清晰，这是基本要求啊，对吧？就拿我来说吧，口齿非常清晰，很清晰，哎，必须的。您继续介绍，除了这个口齿清晰以外，还有什么呀？中气十足，哎，这是基本功。听我这声音。哦，有底气，必须的，是吧？过年了嘛，吃得好。除了这两点以外啊，您还要努力学习。我就爱学习，必须学习，哎，跟上时代的步伐，必须得这样，这是要求。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呀？就是要让我们思维敏捷。我就敏捷。谦逊有礼，我就谦逊；触类旁通，我就触类，你才触类呢。
我说一句你接一句，还跟那边聊啊？干嘛呀？这是这多热情啊！热情不成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你必须得是这个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说，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啊，他得有点文化。谁呀？看我。这还有文化？当这可不是吹牛，不是怎么能体现？您这样好不好？你说，二哥，嗯，您在这儿啊，拿手随便比划一个字，我当时就告诉你这字念什么。真的？就我这把握。哦，我当着大伙儿，我说几个笔画，嗯，你能知道这是什么字儿？您随便来。那我考考你，你随便。听好了啊，来来来，一横。一竖一撇儿一捺木，你看这怎么样？张嘴就来，一个木念木，对，两个木林，三个木森，三个牛奔，三个羊山，山，三个鱼仙，仙，四个鱼。四个鱼，说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对，告诉你，念什么呀？特别鲜，仨字儿啊！你咋仨字儿？这可不成啊！开个玩笑，其实真有这个字儿。什么呀？四个鱼，上头两个鱼，下边两个鱼。这字念什么呀？这个字念叶，就是形容鱼特别多。明白了吗？所以告诉大家，跟着我们相声演员在一块儿长学问。原来的传统节目当中有一个叫顶针续麻，也叫词语接龙，知道知道啊，全中国就我一个人会，就你会这段了，对对对对，那你瞧瞧，嘿，那好极了，那这样好不好？你说，过节了嘛？对呀，是吧？龙年啊，大家伙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什么愿望呢？我们都希望我们新的一年里边，嗯，一切都好。对呀，我们叫哎。十分美好这词儿怎么样，各位？好，好词儿。咱们拿这词儿当最后的这个结尾。嗯，明白明白。我前面不定说一什么词儿，您就自投咬自来，词语接龙，最后绕的这个十分美好，您行吗？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对于我们这样的演员，像这个，随便，没问题的。我可不定说什么字儿，你随便可以说，您可以随便找。看到什么您可以随便说。哎，我刚才看那儿一个词儿，什么呀？三元牛奶。哎呦，这怎么样？好喝，这多好。那个，我就是喝三元牛奶长大的。不是，您看这个肤色。没问您这个，我让您从三元牛奶往下词语接龙啊，最后绕的这个十分美好啊。哦，这就开始了。还等两年是怎么着？不开始了吗？不是那意思，就是您的意思，从三元牛奶啊，一直得绕到十分美好。听您那词汇量怎么样？但是我有个要求。您提呀、啊。因为咱们这个汉字读音太多，对，咱们允许我中间音同字不同，成吗？这可以，这没问题，你看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就没问题。来吧，来吧，我马上就告诉你啊，来来来来，三元牛奶，最后一个字是奶，奶，嗯，奶香四溢，好，意气风发，好，发扬光大，大家学雷锋，哎，我不要求是成语。我们是词语就可以，算他过。那当然，因为这是正能量的词，没问题。听好了啊，大家学雷锋，风，丰衣足食，食，十分美好。从哪儿来？我没觉得我怎么这么聪明，太聪明了，好吗？好容易，出口成章。那个你跟大伙儿接着聊啊，那边还有个会，我先去开会。你是开什么会、啊？那个教科文组织啊。你行，别说那么大的话。怎么了？这词儿刚才我没想好。我想一个。哎，这样，这就对了。我就不提字儿了。干嘛呀？咱们现场的各位，啊，出个题儿。想一个词儿。随便。咱随便来个词儿啊，让我二哥贾龙老师啊，当场在词语接龙绕的这个十分美好上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你那意思啊？你不提，我提这干嘛呀？你提我会呀、啊。我提
题，我问题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最好那个字儿啊，不是那种大家伙一听可能听得见的，最好是这个啊，是吧？康熙字典上啊不好找的，是吧？阴山背后啊，犄角旮旯里边啊，来什么？哎、啊，我想到一个字儿，嗯啊，滋儿。哎，你这个词儿提得好，滋儿，哎，滋儿。有文化，厉害！哎，哪个台的？你是？我找你们领导。你要干嘛呀？说这么个份儿？别！你随便提嘛。我们大过年的，你难为我干嘛？什么叫难为？您不是说到这儿了吗？你看这汗都下来了。好家伙，您这是玩儿？你换个别的吧。不换。龙。不，就这字儿，就这字儿，二哥。什么字儿？字儿。就这么读音，老北京话有这字儿，有话音，滋儿来吧，滋儿，哎，滋儿哇乱叫，叫声真大，嗯，大，大大方方，好，方，方方正正，正，正大光明，明。名垂千古，古，古往今来，来，来，别来，我不行，来龙去脉，脉，脉搏跳动，动，动人事迹，迹，继往开来，嗯，来，对呀，来，说过了。对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龙去脉，脉，脉搏跳动，动，动人事迹，迹，继往开来。你看绕的不对吗？绕不刚才仨词儿都过来了，这会儿怎么那么半天啊？不是，哎，二哥继续来。不是，怎么到反打了？那你甭管，哎，自己来。来而不往，往，往而不来。哎，来者不善，善善者不来，完、哎，以后别把话说那么大，知道了吗？来，说什么意思？继续来，来不了，来不了。你以为我真绕不上来了吗？怎么半天没绕出去啊？我还告诉你啊，从这来字儿往后，怎么样？15秒我给大伙儿绕上来。这可是你说的。不信，代表同志您看着点表啊，15秒我绕不上来。怎么样？您把手表砸了。哎、什么您呢？对。咋砸了？还给您买新的？凭什么我买啊？真的15秒吗？保证绕得上来。啊，听好了，我们听下这表啊。来到大吉，吉，集思广益，益，义薄云天，天，天空明月，月，月照大地，地，地大物博，博，博学多识，识，十分美好。哎，等会儿再鼓掌。怎么了？有个事儿我得问清楚了。问什么呀？各位，咱那邮票都集齐了吗？都集齐了，集齐了，集齐了，哪儿来呀、啊？别太那个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瞧，来，哎呦，从80年到现在，好多版了，真漂亮啊！不是你这集齐了，有了，关键是得把它寄出去，明白吗？对呀、啊，贴上啊。哎，我回去就写信去。不，写信来不及了，看见没有？哦，咱们地方明信片。哟，真不错。你瞧，把你们那个。新春的祝福啊，祝语啊，谢，都写在上边。好嘞，哎，万事皆欢喜，新年上大吉。筷子不是拿筷子，左腿弓一个，那边是右腿弓一个，弓箭步，弓步，还得吃我，太完美，太是你，真的太厉害，哦。你这绝技是吧？您那手也多第5代了。我们来写新春祝语吧。好，写完了。我是写给咱们万事大吉的观众朋友的。祝大家万事可乐，万事顺利，万事大吉。祝得好。我写的是祝奶奶身体健康，然后父母爱情放光芒。我希望有工作的朋友们能够每天都龙马精神的去上班，喜欢旅游的朋友在生活中能够龙行天下，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就是天天开心，因为我觉得每天只要开心什么事情都是。年说特别好，然后开心但是也伴随着什么呢，就是我这张明信片了哈，对，看到的人都会都快乐哈。哎呀，这大你要看到了赶紧看，
赶紧投递我们的祝福，好吗？好，来，希望愿望都成真。